小小的，哎，小小的开个宝瓶。哎他妈！哦，凤凰。凤凰，哎，这蛋还蛮好看的。哎，这个虚空帅，好吧。自大夜狼，结果是怎么这怎么翻译的？这个怎么叫自大夜狼？我靠！挽歌扩散器，哼，哎，这把狮王的宝瓶太多了，我靠！哎，这个帅，这个帅，我正好缺一个立碗。直接开道，舒服了。妈，发条就别他妈出他妈的宝瓶了，我日，发条多少宝瓶了？孤星审判，这个完全没有之前那个宝瓶帅啊。他那个锤子的还不错，这个翅膀还可以，看咱们怎么搭配。哦哦，欧尼玛！我操，这个几率多少？464/1，我操！然后呢？我要好好嘲讽一下刘谦，我操！现多少钱啊？我看一下这现多少钱，我查一下。T11，我操，这个171块钱，172块钱呢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逼我不是？不给！我操，起飞了！哦。哦，这个，妈，小卡尔不重要，好吧，小卡尔不重要。小松鼠还挺好看的。哎，优格。这是一个，哎，这个多少钱？等于说就没开出这个来。这个兽还挺好看的，好吧。龙山龙，我靠，可惜，我也无所谓了，我也不想再开一轮。OK， 结束录制。